来到我们这个三个月健康逆袭计划的每日锻炼视频环节，我是周毅。接下来呢，每一个星期呢，你都会看到我呢带领着大家每个星期都去做一些非常基础以及轻松的动作呢，以来配合这个 DFIT 饮用了 DFIT 之后呢，能够达到这个减脂还有就是塑造健康身形的效果。好，今天呢我们就会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关于手臂的一些动作，所以接下来呢时间不会太长，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的去做完整个动作哦。好，那我就会展示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非常的简单，就是把你的手打开之后呢，向上拉上去，然后放下来，向上拉下来，这样子的动作我们会维持一分钟。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来，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来拉上去下来，拉上去下来。在做这个动作的期间呢，大家稍微要用点力哦，那个力度呢是让你感觉到你的那个手臂的拜拜肉呢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那就对了。一分钟很快过的，所以大家记得要坚持哦，尽量把你的手呢提到最高，这样子你的拜拜肉那一边呢才会有一点点酸酸的感觉。不用做得太快，慢慢做，尽量往上。好，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真的是已经感觉到你们的手臂有点酸了呢？不要停，大家继续哦，坚持。三、二、一，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我们的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大家就是把你的手一样举起，但是这一次我们是要把它用力的关起来，拉开，关起来，拉开，关起来。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跟我们一起哦，也是要做这动作一分钟，开始。大家在这里打开的时候呢，稍微用点力，让你的感觉手臂有被拉扯的感觉，你的背后有在挺直的感觉。在这个期间呢，大家可以选择，习惯了我的动作了之后呢，大家可能可以在这期间听一下歌，让时间赶快过去也是可以的，但是记得不要半途而废哦，因为其实这一分钟它不会太长，所以大家记得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之后，三个月拥有健康体态的就会是你了。这个动作呢也是帮助我们手臂呢结实我们的这个手臂的肉啊。好，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第三个动作，其实非常快就来到我们第三个动作了，所以大家记得要坚持。第三个动作呢也是很简单的，就是把你的手伸直，伸直就好了，跟你这个肩膀同一个水平，然后上下移动。 OK， so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举起你们的双手跟我一起上下移动，开始。我们这个视频呢，其实每一个动作呢我都会让大家做一个一分钟的时间的，所以在这期间呢，这一分钟大家可以选择就是可能听一些歌啊，让你的这个视频赶快过掉，让你们有一点动力，不觉得这一分钟是漫长的时间哦。或者你可以想象你现在做这个动作呢，它像是拍打你们的翅膀。其实第三个动作开始，大家的手臂是不是已经非常非常的酸了？但是记得要坚持哦。然后如果你是真的是感觉到你的手臂会有点累的话，可能你可以把幅度放小一点。如果你想要赶快达到这个手臂的肉呢能够给它结实的话呢，这样你还是把幅度放大一点。好，那来到我们的视频最后的一个动作了，最后一个动作大家要坚持住啊。好，来，接下来我就会给大家示范动作呢，就是把我们的手伸直，然后紧扣，然后往下夹着你的这个头往下。这个动作我们也会做一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
加油好吗？来，我们把我们的手拉上去。好，我们开始一分钟的计时啊。这边呢，其实大家也是可以尽量用一点力，让你的双手呢往上扯。当它往上扯的时候，你就会明显感觉到你们的这个双手的手臂啊是压着你们的头的。这个动作呢，尽量慢一点做。上去的时候用点力夹着你的头。其实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尽量收紧你们的腹部。好，这是已经是最后一个动作了，大家记得坚持一下哦，不要到第四个动作才来放弃哦，大家加油，大家加油。恭喜大家呢完成了今天的四个动作，那这一套动作下来呢，大家可以每一天去做3到4组，并且呢配合饮用我们的 DFIT， 那你在这段时间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体态呢有着良好的改变。 DFIT 健康减脂，塑造理想体态。好，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